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osy 的 Jenny。今天我们是来到了北伦敦的 Clarendon 走走逛逛。Clarendon 是被四大的商业区域所包围，其中有 Woodgreen、Musselwell Hill、Hosney 和 Crouch End。这其中呢 ，Musselwell Hill 是英国的中产白领们最爱居住的区域之一，这里有着餐厅美食，还有电影院，还有超市等各种小店，可以满足日常的生活所需。我现在是在英国本地中产阶级最爱居住的区域 Crouch End， 这里有着独立的咖啡店和餐馆，还有商店。该区域的房价平均是在200万英镑起。Crouch End 是北伦敦隐藏的珠宝，深受名人青睐，有许多的电影明星都钟爱这一区域。这里的教育资源也十分的丰富，著名私校 Highgate School 也在这里是学区内。项目旁边就是阿里丹达 Palace 公园，是1875年爱德华七世的雄伟建筑。站在宫殿的山丘上，眺望伦敦城市美景，瞬间有种整个世界都在掌握中的感觉。Clarendon 不仅在当地发展蓬勃，要说通勤到 King's Cross 也仅需20分钟，非常适合通勤族来看看哦。